日本，你好，大家好，我是 Stan。 爆料金城龙私生活的前女友昨天在原本的爆料文上追加了将要下架贴文的内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想到我的贴文竟然给这么多人造成了困扰，真的很抱歉。我跟那位都有真心相爱的时期，看到他因为我部分偏激的内容而一瞬间倒塌的样子，我的心也很难受。我接受了那位的道歉，我们彼此好像是有一些误会，希望大家不要再散播与事实不符的内容，以及不要过度解读有关那位的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多人的困扰，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个贴文我会下架的。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前女友已经下架了那个爆料文，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如果不想造成困扰的话，应该是要两个人单独聊吧。爆料文题目都写成公开 K 演员双面人傻眼的真相，还说是意想不到的困扰，你到底是在说什么？不就是为了让他变成这样才发文的吗？现在下架有什么用呢？个人资料被公开是你自己的责任，堕胎最终也是本人决定的，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吧。你们两个都会受到惩罚的。不就是为了弄垮他上传的吗？为了剥夺眼球所以才会写上里面什么的。总之你成功了，都说有误会了，所以不要再骂了。你们不是很听受害者的话吗？不过最起码要公开误会的部分是哪些后再下架吧。然后也有网友们表示，为什么受害者要道歉呢？早点跟受害者道歉，真心求饶的话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真是活该。只是看在电视剧结束后爆料，也能知道是为了其他演员以及制作组而忍耐了。我觉得这个人是真心的爱过了，因为看到在电视里虚假的样子太恨了，所以才会爆料，结果看到曾经爱过的人变成这样就觉得很心疼。现在你们反而怀疑受害者是粉丝的话，不是要感谢没有在电视剧结束前爆料的吗？把二次加害的人全部都提告吧。前女友真的准备提告了。昨天前女友的法律代理人对媒体表示，目前 A 某的个人资料都被公开，因为虚假谣言而被攻击，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对于恶意报道贴文留言将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法律措施。然后今天新的一个消息登上了新闻热搜的一位网友在 IG 预告了10月25号将会爆料新的真相。这位网友称自己是 Kim Sonho 以及前女友的朋友。在争议刚爆发的时候，有部分韩国粉丝们质疑前女友的身份是在酒店工作的陪酒女，与 Kim Sonho 的年纪也相差很多的时候，这位 IG 账号主发文过，因为胡乱猜测太严重，所以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华律给，也不是未成年者，年纪相差不大，我们就安静的等立场文吧。之后也发文表示，自己看过很多因为想要离开所属公司而受害的艺人们，合约期间说会帮忙管理风险，让艺人说出所有黑料来一起讨论，但是艺人如果想要离开经纪公司，就用这个来扯后腿，不续约的话，就会让你在这个圈子活不下去。所以整理一下这位网友的内容，就是 Kim Sonho 的合约快要到期了，有很多其他经纪公司接触了Kim Sonho，所以所属公司才做出了这样的操作。最后这位 IG 账号主也发文表示，预计在10月25号会爆料很多真相，已经将资料递给很多记者们，也确认了事实，这是非常危险以及沉重的事情，但是真相是不能就这么样被掩盖的。这个预告贴文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流氓经纪公司很多，如果不续约的话就会想尽办法毁掉艺人。之前以森给说要设立艺人经纪公司的时候，马上就发生了女友争议，然后突然就跟前所属公司续约后，所有争议就平息了，所以非常可疑。到底是帮忙平息争议的，还是先爆料争议的？ Kim Sonho 真的很可怜，应该就是不想续约所以才被公司陷害的。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相信这个吗？如果有透过这个人能更正的事实的话，应该 Kim Sonho 自己就那样做了吧。是所属公司要求堕胎的吗？如果真的是那样， Kim Sonho 会就这么承认吗？应该会在自己的 IG 说很冤枉什么的吧。是傻吗？就算是所属公司扯后腿，也不是无中生有，发生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这都是自作自受，能怪谁呢？目前这个新开的 IG 账号已经突破了6万追踪。所以对于前女友的下架贴文以及25号新的爆料，大家觉得怎么样呢？